地上，我上面都有。我没有，我没有，又打到前面，又打到，用拳头揍他们，用拳头。哎呀呀呀！啊，这杰瑞啊！啊，杰瑞死了！完了，最后了。冷静，冷静。深呼吸，深呼吸。朋友们，加油啊！我还在关我跳不过去。有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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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了！等一下，可以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再撑一下，撑一下，我们可以的，我们可以的。撑住，撑住！不行，不行，撑住！啊！小雨，我来撑住了。有了，有了，有了！哎，第三只鬼了啦！我在地狱关卡，老丹在地狱关迷路啊！三个鬼没问题，原来这个人鬼都不是啊！二点五，在地狱关迷路的、啊。好累哦！毕业了，毕业了，毕业了！嗯，我觉得可以了，我觉得可以了。这个鬼乱版本，毕业了，毕业了。哇，好困难！所以，哦，感谢投的。那接下来三个鬼毕业了，你们要挑战四个鬼吗？不可能啊，太难了啦！刚刚是因为有只鬼路痴啊，哈哈哈哈哈。有两个鬼吗 ？DC，DC。哦，好。DC 新的 IP， 好好好好好好好，遮一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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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直接直接够了，好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来了，等一下哦，遮一下哦，好像不太行，遮好了，遮，因为我看到里面就有两个人，要直接进去吗？直接进去吗？不是啊，里面有两个挂的啦，为什么？把他挤出去，从啊。对不对？开始，我们再重新。好。哎，他们出去了。哎，他们哎，他们出去了。有吗？乖哦。可是我看还是有两个。来了。我出来了。我也出来了。我们要让他开始啊。对啊。对啊，你们别出去，让他开始再重新。哎，他满了。对对对。那就让他满了，是不是？先让他满。哎，谁跳？谁跑出去了？都是观众自己跳。快点，你们跳进来了！最后一个，最后一个。好，现在进来，进来。谁空也不拉个，就剩你了。哇，又他刚好还满哦。没了。没了。GG，感觉是不是还要再 party 一下？没有，问他们说可以离开吗？你们不离开，我们就直接关了。嗯，我们就离开这，就离开这服务器了。可以离开吗？请打这个。有离开，听话的观众，很听话。拉梗就是你，快点，快点进来。快点，缺你了。有吗？我有在吗？拉克，没有啊，没有，为什么？你有什么？哎呀，他一直给我到新的房间去，哎，难过。赶快来旧的房间。我想进旧的房间呐。他们都在离开，快，他们在离开。他们主动会离开，主动会离开。在那个新房间，为什么？我说，你，我说这样也进，你再进，好吧？一个指令，一个动作。嗯，他们离开，好进，好进，进。哎，有了，不是，你就都不听话嘛？卡秒。哦，然后这鬼就不知道是谁了，这很碰撞哦，要回忆一下，很碰撞。好，碰撞。要记得补给包。是谁？哎呦！杰克哥，玩笑。这是木头那一关吧？超碰撞！但我记得这个很碰。走喽，冲啊！很重很重，超重超重，要被挤到后面去。蠢蠢欲动啊！补给箱在哪里？被超重撞下来，不是，这是普通箱。中间箱才补给。嗯，冲啊，快啊！怎么走？冲啊！哎，怎么走？啊！我找到三个啦！杰克后面，回头，迷路了，找到，白痴啊！
哇，后面怎么死一片？怎么回事？没有，他们跑去拿中介箱。我刚刚是这样子的。右转了，对不起。哇，我会带走啊！呀、yeah! ，我很生气，你的我一拳的，我们跟着你走哎、欸。我跟着你走哎、欸。绝对要走了，要走了。绝对，快点，你快过不去。过，走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朋友，我在干嘛啦？白痴哎、欸！开始在被拿补给箱。我看到，我也被你们吓到了。想说没有，想说有补给箱，感觉就是正确的位置啊。突然一群人对着在那边，然后忽然间发现，哎、欸，这好像是回头的路。哎、欸，你们怎么在那里了？怪的。这里来了，他们来了，有人来了。完了！不要！杰瑞，不要！杰瑞，不要！不要啊！不要、啊！两只都来了！不要啊！不要！不要！我扫！太难了，只确定过字了。对啊，好难哦！我们都这么努力了，哎呀，努力啊！你要被带走了，我们都努力，只用了一点点时间。你要担心吗？不是，你知道我又很激动，我又不能太激动，我真的是，我累了。真是白痴哎、欸！要听感冒。哎，真的很痛苦。哎，我觉得观众都乖乖的，我们直接进就可以。好。直接进吗？我剩两个人。你框我。我这边开到一个单房。我们这边有三个人，这边三个，四个。可是满满的。人有点多。嗯。有进来了，但是好多看不认识的人。等观众看会不会推出去。对啊，跟他们讲，我先保证，这个来的绝对都是优质。哎、欸、嘿，可是我看对，而且也绝对都是观众，因为我们在还没开始玩之前，这四五期是零个人，这一零个人完全没人，好可怜喽。对。所以保证都是看我们台才来的，对，所以当个优质观众。哇，三二一，一、啊、出局，拉比喽 ，B B Y， 哎呦，又要拉比的，好，再进去，来了吗？到了，新的一出进去了，等一下哦。怎么那么远、啊？这个有点，有点多，哇，有点多，其他人这里两三个啦，只是有点多。嗯、啊，这其实大家可以不用来，你们可以先等看到我们都进去，缺人再进。对，我觉得我们是 party 会比较好。对啊 ，party 还是会被挤出去啊，还是会被挤开，队长都被挤出来了。哎、欸，我一个空的，队长被挤出来，队长至少可以拉人进去啊。这如果还在里面的话，动作快一点。欧哥，这个可以，这个可以，赶快进！不、哦，后面太快了吧！哇，暴走！现在可以进来，现在可以，现在可以进来啊！好。可是现在这个房只有我们三个，要即刻的、嗯。没有，我一直被进到。哦，进来，我进来了。少一个人的。等一下，现在满了，现在满了。那门可不可以离开？你还有另外一间，所以有，现在可以进来。好、哦、好，努力冲过去。好好。先满了，先满了，还有人没来吗？哇，还很多人，不好进的，因为还有别人可以进。啊，又没了，汪进来，还有另外一团。再等一下，再等一下、哦，再等他们退。哦，进来了，六个人正在游玩呢、欸，他们好像很倔。有人十七个人呢、哎哦，八个人，好、哦，繁星进了。哦，现在来了，反正啊，再四口也不拉，六个，六胜。等一下，一个口令，一个动作。好，哎呀，我努力跑过去。你 Q 很倔哦，很倔哦。你们不听我们的，全部离开而已嘛。拉比，好啦，不要玩了，不要玩了。倔很倔，这游戏不能玩了。太倔了。再见。最后一个地比较快，1.13.2，1.13吗？好。太倔了，没办法了。喵，你们倔，我们也倔。妈的，想玩就不跟你们一起玩。
IP 不变 ，IP 不变，好 ，IP 不变，所以换版本吗？他好，换 1.13.2 哦，可、okay. 是我说他是一点，等一下吧，还没换吧？哦、对对，地图错了，倔到底，没错，倔。啊，这样可能要重来呀，来比呀，看谁比较倔啊！行吧吧。然后重新复制，刚不小心开成 1.12.2 怎么了？生气了啊？怎么了？就不想跟你们一起玩了啊？没有怎么了？对啊，就老鼠开了跟大家同玩机会。哎，你看圣诞节来，大家开开心心，还可以有一个人抢到机会一起玩。你看现在大家都不能玩了，大家不能玩，刚刚还有一个人，压力好大，搞得大家这么不开心。虽然刚刚那一个人是站在里面，这都不走。可以开了，登入，这是什么？吃饼干，是鬼抓人，好吧？名字叫做猎捕幻影。我在指令区，大家都在。我在跑酷区、欸。他给我弓，但是没有箭。我也没有。出来了，随身弓箭。他有一个打狗棒，二饼干出来。哎呦，怎么那么多饼干？哎、啊，这、欸、个打狗棒会打很远，结果没有。他是锋利。我在一个神秘的小空间，他是锋利。为什么我是在外面？这是哪里啊？这是哪？哦，这是跑酷区哦。哦，我在指令区。What？Wait。别是下面吧，打狗棒，有打狗棒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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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打狗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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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打狗。哎，问一下，这个地图是台湾人做的吗？对，没错。那为什么我知道吗？那个你拿书第二页的第一药水效果。第二页，九桃药水，九桃药水，好，九桃药水，九桃药水，打狗棒，打狗棒，打狗棒，哦，太可爱了吧！九桃，这个九桃可以打，这个地形是可以打破的，天哪！它是生存吗？那是生存，生存。啊好，那是因为没有改。我要把那个放回去，我放不回去，不让我放地上。他这一个好像变成是哦，人类方要躲避猎人的追杀，然后还要捡祭坛的碎片丢到祭坛里，哦、还可以获胜。收集道具，就不是一直对对对，一直跑的是还要收集道具。哦，那、啊、祭坛碎片长怎样呢？不知道，快金块有这里有祭坛，就是那个中介的那个，嗯，啊，祭坛碎片就是金块。然后 ，OK， 要不猎人技能说明，帮你插旗啊，修笔耶！我的天哪、啊！啊？哦，那个游戏人生的，对，那游戏人生五十，嗯，修笔。哎，杰克，你中文好吗？不太好，帮我念一下第二个。一个叫叫嘛，我知道。哇、哦，这个名字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哇，这个名字也太强了吧！啊、有边读边，叫哈，叫哈，叫哈，好难念哦，这个什么东西、啊？叫哈寄来，叫哈寄来，叫哈寄来。哦，画面忘了给大家，对不起。上面这个按钮点会怎样吗？哦，有够强。好坑，对，有画面了。我觉得耳朵坑坑的。反正等一下，人类方就是要去找碎片，哎，就金块，然后要放在这个中介箱，好吧？然后他是说猎人要两倍的人类啊，我们就先两个猎人好了。嗯，他有没有随机的？没有香香，没有。登上画面贴了吗？感谢超级留言，有圣诞快乐，圣诞快乐，圣诞快乐，激情啊！全部抬头在努力看懂这个地图。不是
啦，你们不要跑来跟我讲，我没办法切画面，关我屁事。对，你要去，你要刷，要刷是不是啊？有看到了，看到我刚刚超级留言巧克力就看得到了。不是不是，我说所有人都一样，好不好？谁没有切画面，我没办法切。对啊，排泄啦，刷呀，刷呀，刷呀！重点是这怎么选队伍啊？不知道，找不到在哪里。底下没有吗？哎、呦哦啊，你知道都不来讲。没有，我刚才在看这个东西、啊。哦，这什么、啊？这是什么隔墙有影吟游师是干嘛的、啊？吟游师了，是有他有职业之分哦。加入幻影跑者，幻影跑者又是什么？幻影跑者、就是、跑的人。废话，幻影跑者猎人方，所以他队伍要自己选，然后自己选职业。哦。那、啊、我们怎么知道职业可以干嘛？玩了就知道。没有开始重启游戏，所以我们要加哪里呀？这里吧。点这个吗？加入幻影跑者。哦，就得到这些。选取吟游诗人，然后加入幻影。嗯。隔墙有眼。先抽签，先抽签。你好。嗯，站太近。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哦，这样就选好对了。是啥？